今天我们进行了一场有趣的比赛。早上8点，学长带领我们到操场集合。首先，我们进行了准备活动，接着学长为我们介绍比赛规则。学长把我们分成了5组，并为每个小组指定了一名组长。我们把手用绳子绑在了一起，组长必须给我们松绑。比赛开始的时候，同学们都非常着急的想争取第一名。在为同学松绑的时候，心急的同学一直在催新伟，要他动作快一点。最后，我们这组获得了冠军。